在英国这小本岁文化厂拢是社区特别爱设施，嘉义县政府透过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方式，由政府出钱来起，才交予民间经营。而且搁伫个厂区内面呢，还有阿里山邮局，和文化厂唔拿小本岁，也会当变作是生态运动，也个教育空间。阿里山邮局种喺土内底，嘉义县芦草乡的本岁文化厂，伫厂内永续循环示范园区内底。配合家己大学要来呼吁这个台湾原生种的食物，那又是我们的台湾的特有种原生种，所以我们才会更积极的来富裕这一个部分，而且大量的推广出去给大家来种，就是希望，除了杭菊之外，嘉义也有一个未来或许也可以有一个，能够媲美杭菊的这样的一个新兴产业。过去小本社的分化场拢是社区无希望外的设施。嘉义县政府透过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的方式，结合政府和民间企业，让文化场不仅只是小本所，会当加做生态运动教育的空间。不但是焚化炉的一个土改已经完成了，甚至我们把荷包鱼还有附近的这些邮局啊，都可以来在我们这个场地里面啊来富裕。那可见啊，这个民间参与我们的公共建设，真的是一个可行的路。这个园区它会具有多样性。从整个生态的保育，包括邮局的富裕，所以这样的空间未来不是邻避设施，这样的空间会跟乡亲的亲近性会非常的强。文化局嘛，甲嘉义大学合作，利用阿里山邮局开发一挂产品。嘉义大学表示，目前厂内已经有种三分外，是本地服务面积上大的基地，希望未来会当丰富邮局的基因，提悬这个食物的生长，替嘉义增加新的农业产品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